演唱会是一个很神奇的一件事情。这个船还挺大嘞，那是我的行李。我们彼此这么多人一起努力共赴一个地方，共同去做一件事情。欢迎公主们回家，请各位公主提前准备一下自己的电子票或者身份。可能会失败，但是我们好像都不太去在意这个结果，而是我们，对，我们在一起。好舒服呀！啊，后天要一起看日出，我的天！彼此温暖，彼此照耀，彼此。我觉得这就是火星所存在的意义。我们现在在追日落。谁懂啊？半夜去看演唱会，看演唱会了。欢迎火姐回家，请走花花通道，花花在前方等你回家，一起看日出。美女，您把我们走。暖宝充电宝，买了花花喊你宝，花花倒是不喊宝。我们距离新环越来越近了，可以回家。谢谢。日出海滨的华东丽。多穿衣服保护自己，不然花花心疼你。快做好自己的保养措施，不要感冒，小心着凉。欢迎回家，欢迎回家。
在是23:19。我不走。你要去哪儿？哦，拍照吗？那我要去，走，我们去拍照。台风经信，这上面全部都是我们写给宝宝的信，然后被写挂在上面，真的好浪漫呀！我先把这边玩起来。哎，谁给你信了？哦。有一点狼狈，但是我一会儿带吧，但是会冷，因为我觉得有点冷。你们好可爱呀、啊，受不了，真可爱。翻转，Hello， 呀，我已经听到场外有人在叫了，好大的声音啊！场外的朋友们，大家好。什么？2:07啦？困不困啊？大家？哦，可是我们回来怎么睡觉的？我真的一点困意都没有哎。他好可爱，我也是觉得，是的，他就拍舞台了。是啦，什么？什么？问我吃饭了吗？我今天吃了，今天吃了挺多的。我吃了两块。哦，桂花糕。哦。哎呀哎呀，两个啥？两个啥？吃了两个鸡蛋。什么的？两个鸡蛋。吃了一碗。馄饨粥。说啥了？声音放大一点。休息的怎么样？我休息的很好啊。我睡了有快10个小时吧。对。我刚才在排队那儿，幸好也还行。他们没有来。佩佩没有来。宝宝。好可爱。有了。又没了！集合来了！这个世界不能没有华晨宇。Thank you.
当我再度毁灭后，一切变更纯净，哪怕死的感受 I know。 当我再度逃离后，逃离灵魂监狱，那解脱的感受房间是在凌晨2:30，鼓起勇气何等的勇敢，对着深情空气大声宣战，当压抑被揭穿，欢迎加入这狂欢，疯狂继续不需要理睬，所有虚伪全都留到末日清算，像古板艺术中最巴洛克的节奏。 I wanna know, oh I wanna know, oh oh 被狂热感染后，我的极端如何拯救。接下来这首歌呢，是我专门为今天的这一刻所创作的一首歌曲。虽然今天我看天气预报说是大雾多云，也许会可能看不到太阳。那我希望我们用我们的歌声把太阳唱出来，好不好啊？你就是我的梦。什么？你就是太阳。你呢？
接下来这首歌曲我们一起来迎接美好，向阳而生。破碎的伤，无解的。
歌就在这长夜之后凝结一座新宇宙，那太阳闪耀一周，照亮陪在，照亮墓碑，随无数生命漂流，向阳而生。我们怎么默默承受破碎的山，午夜的黑，就在这长夜之后凝结一座新宇宙，那太阳闪耀一周，照亮陪在，照亮墓碑，随无数生命飘摇，向阳而生。是我的。
请客啊，亲一个，亲一个。我觉得我们几万人一起做了一件非常疯狂又浪漫的事情，这将会成为我这一辈子最难忘的事情。那我装，这里也是看过日出演唱会的人，我们都是看过日出的人，在花城的时候幸福的人，我们还在日出的时候么么哒，太幸福了，谢谢花城，我们是他的公主，还给我们送了早安，对我们好啊，他还说我们一起逛了一夜，干嘛？我们三二一，花城一早安，三二一，花城。想早点出来，早点回酒店，或者早点进去，早点回家。但是现在就希望这条路可以长一点，再长一点，这样就能在火星里再多待一点时间。啊，好舍不得呀！现在是早上7点，我已经从演唱会出来了。想不想再
吧。Yeah.